王牌家族成员，你已经陪伴着王牌对王牌走过了一季又一季，现在我们准备了六个关于王牌对王牌的名场面问题来测试你的王牌等级，请在念出问题后说出你的答案。好的，沈腾把尖叫鸡放鞋里打一个词，是不是那个熏鸡？好像是吧，有一次运动会的时候。现在变成了一只熏鸡啊。你在节目中过杆高度是多少？过杆的高度1.685米。哇，哇，哇，沈腾满足宋亚轩的生日愿望是什么？满足宋亚轩的生日愿望，小宋想干嘛来着？小宋生日愿望想淋雨。我想被淋啊。知道了，哥哥姐姐们会送他一次。贾玲签在合约里的要求是什么？合约里的要求不能当卧底。这期肯定是你。不可能，肯定相信我，不可能。肯定，我们四个人只有我没有当过卧底。但是我不当卧底是签在合约里的，因为30岁生日时在节目上许的愿望是什么？希望王牌家族可以一直在。直接许个愿。好，那我希望，希望王牌家族一直都可以在。对，一直都在。王牌对王牌第八季马上就要开播了，你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希望还是能够给观众留下更多的快乐。接下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本期我们迎来了王牌好友的助阵，作为王牌家族成员的你，请为他们出一个问题来测试下他们的王牌等级吧。好的。我问的问题是王牌家族的口号是什么？王牌对王牌第八季即将开播，快来一起测试下你的王牌等级吧。